欢迎我的妈妈吴女士。大家好，今天录什么？规定同一个场合，然后我们俩做出自己的穿搭。对，我觉得像考试一样。这两年没见了，我觉得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更了解彼此，最近喜欢什么，买了什么。但我觉得你挺会搭的，你会在家里搭配一些比较稍微正式一点，稍微fancy 一点的搭配，然后出门之前就会换回到就是你平常穿的这类似现在这种衣服。你买衣服的标准就是这件衣服能不能买菜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最不能凸显你的气质的就是亮片，还有那种毛毛的东西，然后还有珍珠的那些东西。就我从我个人的角度，对。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喜欢穿什么样的风格了。我知道你还是喜欢酷酷的呀，就是很随意的呀。我现在一点都不随意，我现在穿的特别复杂。你可以多变，我是不适合多变的。你这个小坎肩还挺好看。是的呀。哎呦，其实我已经偷偷买了机票，下个月回来。真的吗？没有骗你的。啊，对不起。你怎么会就答应跟我录这个视频呢？其实啊，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第一个来个隆重一点的吧，国外参加古典交响乐的音乐会，我唯一的一件最隆重的穿出来了。我也是一件唯一的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要拿个包吧。高跟鞋啊！我没有高跟鞋。你的准备工作不充分呢。不是，我不可能为了这个视频我去买一双高跟鞋吧？可以吗？哇！这手臂这里要搭一个。你有什么可以搭的吗？浅色的，浅色的可以搭一下。等一下啊，我去拿一下。哎，你都不看看我？我看了吊带呀。我下面还有鱼尾呢。你这裙子哪来的啊？我从来没看你穿过。是二零一五的。哎，都有。那你去拿吧，你去拿，你准备好充分啊。哎，我也有耳，我也有耳环，我也有耳环。等一下啊。好了，你好了没？我没有什么东西。你看得到我吗？你觉得我是搭这个水晶的好看，还是金色的好看？你又看不到我全身了吧？又录不到了。镜头，这边。腿麻了。你好了没？你有多少家务事儿啊？没有，这个好像这个太小了啊。这个老气一点，啊、我喜欢刚刚那个。啊、你好了吗？我没什么，我就是这样。哥们，你要去哪里啦？去音乐会了。是的呀。跟谁去啊？一个人呀。哎呦，那个票子老贵的嘞。对自己好一点嘛。我跟你一比，就感觉我好有点，我有点低俗。这个裙子的长度，我觉得刚刚好，旁边还有点小性感，有点开叉。啊，对对对。你喜欢我这套吗？这是女孩的打扮，很好，很好啊。在妈妈眼里，你还是小女孩。好吧。我要不要 P 个什么？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P， 好吧，就直接下一个吧。因为下面一个应该挺好的，适合我们踏青，嗯，好，去踏青，嗯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喂，好了，一、二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我看看你，你这个小短裤挺好看的嘛。大鸟，就像一个飞鸟一样的那个牌子叫什么？英文叫 Hot 什么？啊 ，Hollister。你看我这个包是我自己织的。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很舒服。我妈根本就不关心你。说你妈什么？没什么。说话我听见。没有什么。你是一个人吗？背着各种小包啊，好看。可以吗？看得见吗？这小衬衫就是还。很简单，但是做工啊什么都还蛮精细的。这个是版型还蛮是你的风格，可以吗？好看。这一套有什么吗？其实像现在这种试衣服的场景啊，我一个人在家偷偷经常干。
我妈会把所有衣服都翻出来，然后这个搭这个，这个搭这个，但是从来不穿出门。这双鞋18年买的，跟新的一样。你逛街？嗯，你平常逛街吗？逛，我已经2年没有逛过街了。说我们现在很自由，我现在不是又混吗？你对于有的人说穿一身黑不算会搭配，怎么看？但他适合一身黑，那就是好看，那没有什么会不会搭配。别人说再舒服，你自己不舒服有啥用啊？到更年期了，就容易发胖这个事儿。我不能接受我胖，也不能接受我就是看上去很老态，不接受。这是自然规律啊，问题是。状态就是很老态的，就是我还是想把自己打修饰的年轻一点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好瘦啊。瘦吗？哦，你这样穿看起来好瘦啊，超好看的。还破洞牛仔裤，这个毛衣也特别可爱，这个版型好时髦。搭一个那种英伦的风的那种宽檐帽。嗯，对，我妈说自己戴帽子特别丑。你看我这个位置对不对？还是要再高一点。啊，我觉得你的气质可能不带胸针。其实我就是适合朴，越朴素的东西越适合。我们感觉逛街逛不到一块儿。这种靴子叫靴是吧？切尔西，哦，应该是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比我还懂。好像是鞋子16年买的，也是穿了5个季度。当时我买它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好像不是那种让你脚那样难受的，感觉很舒服。今天我们这又下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考虑穿这种很鲜艳的裤子吗？我肯定不适合。我拜拜，请你不要回到后期。一直不懂你到底哪里腿粗。这裤子显瘦，这裤子显瘦，这裤子。好，那下一跳吧。我教你们呗，你跟我一起来。我不要。去运动的路上。去运动的路上。为什么定这个不是去直接去运动呢？是因为我妈妈不运动的人。啊，我没有一件黑色的衣服是上面没有猫毛的。对呀，猫，我就嫌它这个毛太讨厌了。全都是猫毛。来，我帮我看一下我上身穿什么比较合适。看你这个视频还挺累的啊。哎，我这个不运动的人还搞得这么运动，不要笑我啊。如果你出来比我还运动，这个天天健身的人情何以堪？我就穿一双不是太运动的鞋啊。假装一下吧。2、3。Lululemon。怎么有股萍香味儿哎？灰色搭黑色很绝，还有一件 Lululemon 的宽松的也挺好看的。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的，然后你去换吧。你觉得我穿成这样，就是去运动的路上会有人跟我搭讪吗？觉得我呢，会有人跟我搭讪吗？你这套好像更好看一点啊，这个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种起来，加个微信呗。鞋子我感觉有点不搭。鞋子对吧？我也觉得有点不搭。UGG 其实很好看。穿这个袜套就直接穿这个就好看。瑜伽裤配 UGG， 对对对对对。这双 UGG。哇，好看好看好看。搞得我也很想来一双这个裤袜了。这裤袜可暖和了，我觉得你冬天可以来一双。但Lululemon要给我广告了。怎么样？好看的，好看的。我是穿了一个，一套运动服。外面配了一个赛车的夹克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帽子。这个怎么样？很运动吧？也好看的，很像就是要做瑜伽的人。自己在家配牛仔裤就配不出那个感觉，哎，配上这个他的这个裤子就感觉就对了。运动服还是穿整套比较有感觉哈。对，他那个保暖性特别好。他可能就是让你运动完了以后，可能就是比如说大冬天。你很像搞直播卖衣服的。他是吧？在帮商家好像推销，但是不是，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啊。下一套是什么来着？下一套什么来着？买菜是我妈妈坚持要加在里面的。本来我说可以加点有意思的呀，比如说上网课、老年大学，然后班上有个对吧，自己心仪的男生啊。买菜有什么好路的？哈哈哈哈哈哈！안녕하세요，我妈배고파。好看，你这个鞋太绝了，绝绝绝绝绝。还蛮好搭的。太时髦了你。对。还对。习惯性的对，不好意思。这是防紫外线的。这
这个帽子，你这个帽子显得脸好小。哎呀，还是一个草编包。法国不是女人很喜欢背一个草包吗？哦，哎呦，我那是背这个草包好，还是这个白的这个帆布包？都好看，不同的味道。你这个小喇叭裤，哎呀，搭配的。小喇叭裤自己改了一下，它是本来是前短后长，把后长过长它给剪了。我这帽子自己织的。哦，挺好挺好的。我这样像卖菜的。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在外面，所以而且要走过去嘛，所以必须得戴太阳帽。我戴我自己织的帽子好看，还是戴这个绿帽子好看？不一样的风格，自己织的好看吧？自己织的好看，怪不得你要给我看买菜的衣服，菜场就是你的秀场。鞋什么牌子的？那个？就这个帽子牌子。纽约 ，New York Yankees。衣服也是好，很像那个无印良品。小弟不是去日本玩给我买的。今天这个视频完全没有必要看我穿什么，只是看你就好了。不好意思。啊，米娅呢？啊，感谢阿米达呢。因为这旁边不是又住了好多韩国、日本人吗？韩国街区的。他们就会我是不是也是韩国人？这个鞋真的是点睛之笔，下面一套是我为我妈量身定做的一个主题。见陈道明穿什么？你问我喜欢哪些明星？我的话也是见陈道明吗？你就是我带你去见陈道明，领养我的意思，不是相亲哈，就是见粉丝见面这样子。呀，你这个美的。我和我一组。我累了已经。我热又热又累。你想给陈道明留一个什么印象啊？有一个贤妻良母的印象。我就穿着这个在树丛中观察你，好看，360度转一转呗。你这个小坎肩还挺好看。我就怕就是中年老年以后发胖嘛，只要能穿下这件衣服，以它为标准。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会不会在下面骂我吧？啊，那又老又丑啊！不会的，大家都很善良的。提前祝你母亲节快乐，希望你。安全的度过更年期。更年期要多少年更啊？现在给你个机会，你说一下你的征婚条件吧。哎呀，不会说不会说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啊，被你偷看到了。其实我没有觉得在录像的感觉。说明你是个天生自然的博主。主要就是就我们两个人呀、啊，就是我们也没有别人看的。你觉得录像容易吗？不容易，你说容易也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你就不要去刻意的，你是什么样就什么样。